太快了吧！我想说句话。我刚刚离开右边之前，我看到凯尼先走进去之后，大林跟在后面。嗯，不是阿金举报尸体。然后有没有人我就不知道了。其里面还有没有？尸体在哪？尸体在健康检查。健康检查。阿林，你往上滑应该可以看到图片。不要。Yes, 有人在有人在右边看到他们吗？梦梦，你再讲一次。记得我离开右边场的时候，那个凯尼还在里面。我当时我看到凯尼的时候，干，我不要离他，我要离他远一点。金姐，你是在我前面离开的吧？你应该还有看到我在那边。我有点忘了，我记得那时候好像还有看到那一次，就对了。就我们两个都在望远镜那里。我扫描完就走了。他我知道有凯尼走过去之后，他跟在后面，但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这样。我刚刚在做那个电流紫微灯，然后走到右边的任务之后，就看到他死掉了。你有看到其他人吗？有看到几个人从右边走过去。几个人？谁刚刚在右边的吗？什么颜色？我在左边。然后看到我也在左边。我是在心电图那边，我好像有遇到两个人。不知道是谁一直在我后面一直追着我，我想说怕我，不要追我，不要追我。我都有遇到镜子，我那时候要去下面捡那个刷卡的时候，我遇到镜子。后面那个是谁？你有看到吗？忘记颜色。我忘记了。所以刚刚是谁在追我？没有成功，所以有可能是杀手，然后是他想要杀我。嗯。干，为什么我忘记了？我一直在思考到底是谁追在我后面，而且现在没有人承认是他追在我后面。不是我，我没有到你那边去，我还没有到总教。我都在左半部而已。我其实因为我好像印象中我好像看到好像是黄色的，可是黄色举报，那应该就不是黄色了。感觉这样子好像是你，还是我，因为我只有快接近饭厅，因为我想说要看一下心电图。我在心电图的右边，我那时候那个门打开看到杰森。如果杰森没有进来，或者是那个磁体没有通报，我可能就已经死了。我连心电图我都不敢看，我原本是想要去看心电图，结果有人一直追着我，到底是哪个王八蛋在追着我？气死了！真的，我个人视野就是那个比较坏一点印象的，应该是那个阿琳啦。就等一下再看看，你为什么投自己？别投自己！哎，你不听我，我也要。所以不可能是他在追我。就是因为他那个了。我们刚刚去开灯的时候啊，李子是不是从外面走上来？啊，我们出去的时候，是停电的时候吗？我看李子从办公室往上走吗？对，就是从那个方向往上走。我是从然后我看到李子在开货仓里。哦啊，三友，李子从 CCTV 那边走出来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从那边走出来，但是我有看到李子。然后后来我在里面，然后李子又
从外面又绕进来，然后门就全部都关起来，我就赶快开门逃跑了。我先说我会投入中，毕竟我真的觉得，我后来想一下，当时追我的人，我记得不好像印象中好像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天哪，我记得好像不是吧，而且李子问你个问题，就是我们想要知道你不受怀疑的路径，可是你都是有一种在思考的感觉，就是有一点好像要思考你要怎么。我没插船。喂，我跟阿林一起走的，对吧，阿林？对。然后我们走在那个管道里面的时候，就是右下角那个管道的时候，我看到杰森从那个方向走过来，看到尸体的方向。可是我过来的时候没看到尸体。反正目前是你从那个方向，因为小耀他跟我们在上面。对啊。之后一起下来的，只是我觉得他有点可疑，所以我跑很快。哦，但是从你知道关灯的时候，你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就很奇怪了。然后还是我们两个走过去之后，然后小耀跟上，然后你也突然转头，突然大回转跟上我们，然后出来之后就赶快拍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我还没反应过来，我尸体都还没看到。一路上我都没有看到尸体，然后后来我忘记我是从哪一边的路走出去，好像是从办公室那边吧。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有看一下心电图，没有人死。然后那时候好像遇到杰森，杰森就追了我一段距离后就离开了。那时候我往左走，我想说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出现什么尸体之类的。然后杰森那时候是往左，我是往左偏，然后我看到偏，我是往左下，左下。就往左走，左下，因为我去那个。那你是往上走。我们先飘一个嘛，然后之后再把间接飘下去。也是可以啊。我觉得间接不要怀疑。因为我跟阿林基本上这一轮都是一起走，所以我们两个都不会有方案时间。然后小耀是我们一直都有在右上角看到他。我是觉得，除非你有十足的把握，你票走捷程，如果真的不是，那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你要从我们这里找吗？哎，是不是？所以是谁啊？捷程跟谁？李子。捷程跟李子哦。请问你到底杀了多少人呢、啊？几乎都是捷程杀的。